我认识一个韩国人，我跟你讲，他讲中文讲的，你不，他不说他是韩国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韩国人。讲中文的啊，好的，回来吧。嗯。也少。对，就少个二维码。招牌的12的10块的都可以，你选。10块。好，少个二维码。要不要辣？照。招牌的12的直接扫这个就行。要不要辣？不要了。好。10元。好的。辣的。对，招牌的。你是不要辣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不要辣。Thank you.
看到。12直接扫就好，对，招牌的连树上都扣都有，在外面的。